智博直接用手抓住了心脏，强制让心跳的节奏变快，下一秒毁灭的焰火冲天而起。与此同时，智博整个身体被染成了赤红，舞起来吧，直到燃尽一切为止。史上最强力士与印度最强破坏神的决斗即将落下帷幕，如果你也想来一场如此热血的决斗，不妨和我一起来玩末日之城。在这里您可以指挥雷神为你引来闪电，可以召唤死亡女神唤醒地狱的诅咒，经典的塔防玩法，丰富多种的 PVP 玩法，与周末的女武神一样的诸神之战，总有一样适合你。并且现在点击左下方手抽必得五星英雄，更有传说英雄海量通关钻石免费送。曾经身处顶点的人与神此刻都达到了自身武道的极点，随着两人不断的对轰，雷电的肌肉逐渐被烧焦碳化，同时被燃烧的还有师婆自己的身体。战斗一致白热化，双方决定以最后一击结束战斗。八指鸟 VS 大切眼舞，伴随着一声巨响，雷电的手臂被猛地撕开，此刻的雷电已没有了任何遗憾。师婆再次发起了踢击，随着雷电人头落地，人神之战的第五场决斗宣告结束，胜者师婆。